位并非皇子，但却登上帝位的皇帝。他38年的人生竟是一幕离奇的悲剧。一位踌躇满志但却傀儡一生的皇帝，他34年的皇帝生涯充满苦痛。一位致力于改革但却身陷囹圄的皇帝，他10年的囚地生活在清朝296年中前所未有。承受着政治与家庭双重悲剧的光绪皇帝，在他的囚禁之所走向了最后的死亡，而他的死因也留下了众多疑点，成为一桩疑案。光绪之死在众多的野史传说中与慈禧宠幸的太监李莲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些传说是否可信？光绪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年引领我们一同走进不甘平庸、命运多劫的光绪皇帝，再现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揭秘光绪之死。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光绪的童年时期、少帝时期、亲政时期，大的事情上一讲跟大家简单的做了介绍，今天重点讲光绪囚地这10年的生活。在光绪皇帝10年的囚地生活中，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就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大太监李莲英。李莲英自光绪初年被提升为储秀宫总管太监以后，到宣统元年卸任出宫，这30多年的时间里，在清宫历史上乃至近代中国历史上扮演着一个极其微妙而不容忽视的角色。清朝皇宫里大大小小的太监数不胜数，为什么偏偏就只有李莲英出人头地，声名显赫呢？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是光绪和李莲英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李莲英和慈禧关系特别，非同一般。那李莲英跟光绪有什么关系啊？关系也十分密切。举一个例子，有一种说法就是光绪被李莲英害死的。这个问题我底下还要讲，就说明光绪和李莲英关系很密切。在讲光绪和李莲英的关系之前，先要介绍一个重要的太监，就是安德海。安德海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大太监、贴身太监，同治8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慈禧派安德海到北京以外下江南替他做采办，这件事情在清朝是大事情。安德海得意洋洋，奉了皇太后的遗旨，乘着龙船顺运河南下。当时直隶总督是曾国藩，曾国藩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在直隶的管辖地区没有做任何行动，但是山东巡抚丁宝桢得到这个信息之后，认为太监私自出都是一件大事情，他一方面秘密奏报说太监安德海出都怎么处置，另一方面秘密派人跟踪
安德海的行动。安德海一行乘船到了山东，到了山东以后啊，就弃船陆行到泰安行乡。在这个过程里头，丁宝桢秘密派的人跟踪安德海的行动，快到泰安的时候就把安德海一行人逮捕了。安德海不服啊，我是奉了皇太后之命，你们算什么人呢、啊、这些人不听，就把他抓了。抓了之后就押到了济南。怎么处置？丁宝桢手下的官员说要慎重，因为他是皇太后身边的太监。等到懿旨下来之后再处置。丁宝桢说，太监私自出都要正法，没等懿旨来，丁宝桢下令把安德海等一行太监全部处死，把得到的金银财宝上交内务府。这件事情当时震动了朝廷，也震动了朝野上下。许多正义的官员表示，丁宝桢敢作敢为，坚持正义。但是也有一些人替了丁宝桢捏一把汗，说他可能轻则罢官，重则论斩。这个时候慈安太后接到了丁宝桢的这个上奏，慈安太后找大臣问怎么办。大臣说，按照清朝的家法，太监出都正法。慈安太后没有阻拦。丁宝桢把安德海杀了之后没有收尸，曝尸三日。这件事情丁宝桢当时怎么想的不清楚，是曝尸三日示众，还是另有别的什么想法。慈禧得到这个奏报之后非常气愤，打狗还要看主人呢、啊、我身边的贴身太监你给我杀了得了吗？所以很多官员认为丁宝桢这一下可以出名，但是闯了大祸。慈禧收拾一个巡抚那轻而易举啊，借任何一个茬都可以把你修理掉。但是慈禧没有给丁宝桢任何处分，反而给丁宝桢由原来的山东巡抚升为总督。为什么？有人说，有的书记载说，社会上流传慈禧和安德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俗话说叫有一腿。丁宝桢把安德海杀了之后
曝尸三天，有人就看到了安德海的的确确是太监，这就为慈禧太后洗刷了不白之言。慈禧暗暗高兴，原来安德海和慈禧的一些流言就不攻自破，所以有人说慈禧感谢丁宝桢啊，给他升了总督。安德海死了之后，对李莲英是个什么结果？对李莲英产生了两个影响。第一，安德海的死，李莲英是牢记在心，永远以安德海为戒，处处小心谨慎，怕重蹈安德海的覆辙。第二，安德海的死给李莲英提供了一个机会，李莲英到了慈禧的身边，做了慈禧的贴身的大太监。李莲英原名李英泰，根据李莲英墓志铭的记载，他于道光二十八年出生在清朝的直隶省，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河间府，比慈禧小13岁。他9岁入宫，入宫后的名字叫李进喜。他进宫14年之后，才由慈禧太后起名莲英。聪明乖巧的李莲英深得慈禧的宠爱。同治13年，年仅26岁的李莲英开始任储秀宫4品花翎总管。其后在光绪20年，慈禧又赐给46岁的李莲英2品顶戴花翎。而早先雍正皇帝业已规定，太监官衔不得高于4品。慈禧再次以他的权势改变了清宫的组织。李莲英这人很聪明，特别善于察言观色，仔细揣摩慈禧的秉性好恶，千方百计的投慈禧之所好，所以慈禧就越来越喜欢这个李莲英。有一种说法啊，慈禧上了年纪之后啊，她就掉头发，每天梳头的时候掉头发，这慈禧一见了掉头发，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年龄一天天衰老啊。原来那个梳头太监呢，他不懂慈禧的心理，啊，掉头发还给慈禧看一看，你掉了头发，人家乾隆还知道呢，乾隆是孝子啊，他妈妈掉了头发怎么办？收起来，做一个金的发塔，啊，掉头搁那塔里头，金的发塔里头。李莲英就比较聪明。给慈禧梳头的时候掉了头发，搁那袖口里头，袖里藏起来。那慈禧问我今天掉头发没有？没有啊，挺好的。那慈禧就很高兴啊，因为慈禧很信任李莲英，啊，这一些人就嫉妒，结果就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大家知道李鸿章，搞这个北洋水师，在天津、大连搞这个海港，上了一个奏折，啊，就请皇帝呢派人前去巡视。慈禧太后就决定请醇亲王奕轩去巡视，因为奕轩是亲王，所以行前呢要派太监、派太医来跟随。
逸轩也很聪明，我自己独自出荆门，那我回来要跟慈禧太后有个交代啊。他就跟慈禧太后说希望派李莲英跟我一块走，如果中间有些误解，那李莲英可以做解释啊。哎，也正中慈禧的下怀，慈禧也想派个身边人跟他去，一方面了解这个逸轩的这个行动，另一方面呢实地看一看海港啊、军舰啊、水兵啊什么样子，当面跟他口述。所以慈禧就同意了，同意了呢就是逸轩、李莲英等一行就从北京启程啊，到天津，后来到了大理。醇亲王逸轩还没出北京呢，沿途天津有关的地方就做了充分的准备。到了天津啊，给逸轩准备非常华丽的行馆，李莲英更不敢怠慢了啊，是慈禧太后身边的人呢啊，也给他准备非常豪华的行馆。但是李莲英不住，他和逸轩住在一个馆里面，一个条件比较差一点。逸轩接待客人的时候，这个李莲英呢穿着朴素，侍立在醇亲王逸轩的旁边，不插嘴不多话，干什么呢？逸轩要抽烟的时候赶紧的给装烟，完了给点烟，恭恭敬敬。公事完了，李莲英回到司馆闭门谢客，日夜安静，亦不骚扰。很多官员想见李莲英啊，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句话可以跑官啊。李莲英一概谢客，任何地方官员不见。公务完了之后，李莲英就随着醇亲王逸轩的就回到北京。逸轩的就往慈禧报告了他的所见所闻。这个时候有个御史叫朱一新上了一个奏章，说李莲英此行广肆招摇，贪污纳贿。慈禧看了之后怎么回事，就找着逸轩了。慈禧和逸轩可以说是私话，因为这才妹夫啊，既是亲王又是妹夫，问他怎么回事。逸轩呢就把这个李莲英的这个沿途的过程就跟慈禧就报告，慈禧又通过其他的渠道了解一下，说李莲英的确是谨慎小心啊，没有那些事情。慈禧就把那个御史朱一新啊就给降级处分。这件事情应当是比较真实的，因为安德海被杀这个事情
对李莲。那么李莲英是如何周旋在这样两个权力人物之间？面对慈禧掌控之下的光绪，他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他是传说中那个飞扬跋扈、仗势欺人的太监吗？现在我们还回过头来说光绪和李莲英的关系。有人说，说李莲英讨好慈禧，对光绪很不好，经常说光绪的坏话。实际情况，从些笔记呀、文集里面记载来看，李莲英这个人呢，是会两面讨好，因为他考虑了。因为戊戌变法的时候啊，你失败的时候，光绪才28岁。光绪和慈禧年龄差的太多了。他要想啊，如果慈禧先死了，光绪执政了，那他这命还要不要了？所以李莲英是个聪明人，他在这光绪和慈禧之间呢，要两面讨好。举一个例子，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等等所谓西首逃跑了，一直跑到西安呢。事情平息了，就是慈禧、光绪、李莲英等等就回銮，就到保定就住下。保定的这个直隶的官员对慈禧招待安排非常好，他的临时的行宫，他的铺盖、日用饮食各方面都做得很好。一天晚上，李莲英先伺候慈禧太后，把慈禧太后安置好了，慈禧太后就睡下了。李莲英就回到自己的屋，自己屋也安排布置得很好，因为地方官知道啊，得罪了李莲英是不得了啊。他刚回到自己屋，他想起来了，光绪那怎么样啊？他到光绪屋去看。到光绪屋一看呢，是青灯一盏，孤坐床上。光绪在那坐着，点那个灯。李莲英一看就明白，他是聪明人。光绪床上啊，被窝、褥子什么都没有，旁边小太监也没有。天气很冷，那光绪怎么睡呀？在这个时候，李莲英马上就跪下，给光绪跪下，说：“奴才该死。”这些太监呢，没有在这儿伺候您、照顾好，都是我的责任。说完了以后，就回到他自己的屋子。把他的被褥等等就拿到光绪那儿，把光绪安置好了睡下，他回到自己屋子里去。这个事情不是正式记载，我想可能比较真实。光绪回到北京之后，因为他这时候还是囚弟呀，所以这些小的太监也不是那么买账啊。光绪回到北京之后，说了一句话，
说没有李安达，安达就是师父的意思，我活不到今天。这是光绪对李莲英有感激之情。光绪和慈禧死了之后，光绪34年死了之后，第二年就是宣统元年，2月初2，李莲英呢就提出来他要告老回家，就退休了。李莲英他总结他这一生太监的生涯，就他在皇宫51年，半个世纪，8个字：世上以敬，尊敬的敬；世上以敬，世下以宽。这是李莲英一生太监生活的一个总结。应当说是李莲英作为太监来说，他是成功的，他的经验。李莲英作为一个太监，恪尽职守地送走了慈禧和光绪，而后便告老还乡。但在一些传说中，还是依然把光绪的死和他联系在了一起。事实究竟是怎样？这样一桩历史悬案，留下了太多的疑点。时至今日，后人对光绪的死因仍旧众说纷纭。那么光绪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下面就讲这个光绪死因疑案。光绪34年，1908年10月21日，光绪皇帝死。光绪皇帝的死因有两种说法：第一，自然病死；第二，被人害死。被人害死里面又有四种说法：一，被慈禧害死；二，被李莲英害死；3，被袁世凯害死；4，被他人害死。先说第一种，第一，光绪属于自然病死，这种说法的依据就是《清德宗实录》和《光绪朝东华录》以及《清宫档案》。实录和东华录都比较简单，《清宫档案》呢叫脉案，5月份的脉案，就说光绪身体虚弱，需要长期调理。6月份的脉案，说光绪病情加重，屡次用药不见显效，就不明显效果。到9月份，9月的脉案，说皇帝啊，皇上病情加重，脏腑难以调理，就是病情加重。10月20日脉案的记载，
说皇上身体发凉，病情危重，这是漫案的记载。从这个5、5、6、7、8、9、10这几个月连续漫案的记载，实际漫案也很详细了，每天都有记载，那说明这个光绪的病呢是一天一天的加重。像病到最后嘛，就是因病死亡了。咱们中医研究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仔细研究了太医院给光绪看病的这个预方和这个药方，最后出了一本书叫《慈禧光绪医案选译》。我数了一下，光绪这一段选了186个药方，这186个药方第一类治光绪呢重子遗精这类，第二一类呢就是头疼失眠，就是肾经官能症这类药。第三一类呢就是关节疼腰疼这类药，22。所以他很自然的得病，逐渐转加重就死了。而且这御医啊，当时有一个规定，每天一个人值班，6天是6个人值班，每天每位御医对皇帝诊断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用药也不完全一样。这也是光绪病情逐渐加重的原因之一。总之吧，一些学者认为光绪是因病正常死亡。光绪皇帝正常死亡之说可谓是旁征博引，论证严谨，但即便如此，仍有众多证据和推论认为光绪是被人害死的。那么真相究竟怎样？这些证据和推论又是从何而来？光绪究竟是被谁害死的呢？第二，光绪被人害死，谁害死的？一，光绪被慈禧害死，冲陵传信录和清白泪钞这两种书都记载说光绪被慈禧害死。我的前半生也说听说光绪皇帝是被慈禧太后害死，他们没有材料，就是根据推论。因为慈禧年老了，这个时候光绪重病的时候慈禧也病重，慈禧考虑到如果他先死了，光绪病好了重新执政，那就是要翻局了，所以慈禧在死之前先把光绪害死，这是这些人的看法。二，光绪被李莲英害死。英国人普兰德·白克浩斯写了本书叫《慈禧外记》，德龄写了本书叫《瀛台泣血记》，这两本书都说光绪是被李莲英害死。他们的根据就是李莲英一直跟着慈禧，怕慈禧死了之后光绪执政，
对自己不利，所以他下手让光绪死在慈禧之前。三，光绪被袁世凯。我在千曼省说听说光绪皇帝是被袁世凯害死，因为在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一旦慈禧死了之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是要清算袁世凯这笔账，要清算袁世凯忘恩负义这笔账，所以要在慈禧死之前先把光绪害死。四，光绪被有的人害死，这谁不知道？因为光绪年轻，慈禧岁数大，慈禧得病的时候是的确是病重，光绪那病是常年有病，也不是那么重，按理来说他光绪应该活过慈禧，恰恰光绪没有活过慈禧，而且差一天，21光绪死了，22慈禧死了，所以很多人相信光绪是被害死的。但是有一条啊，这搞历史的拿证据，你说光绪被慈禧也好，李莲英也好，袁世凯也好，其他人也好害死了，证据在哪儿？到现在为止谁也拿不出一条证据。宫廷事情本来就是诡秘的，这种事情又更加诡秘，不可能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怎么办？还可以做分析，做推断。我做了一个排比，这个《清德宗实录》和《光绪朝东华录》都记载光绪是因病死的。那么我们看看光绪死之前的这个记录。10月初1，光绪到颐和殿给慈禧请安，就说明他病还不太厉害吧，还能到别屋去请安。10月初2，光绪又到颐和殿给慈禧请安。20，上不遇，就是光绪病了。21，实录记载3个字：上大见，就是病危。慈禧下了遗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就是宣统，将来继承大位。当天21日，光绪就驾崩。22日，慈禧死。两家可以各有说法，一种说法自然病死，一种说法是被人害死，各有根据，各有材料。我把这个情况给诸位介绍一下，考证就留在那些专家学者们去做吧。我觉得光绪之死的确是一桩历史疑案。
光绪死了之后，有宣统继位，有溥仪继位，就是宣统皇帝。下一讲我们讲宣统皇帝。296年的兴衰荣辱，12代帝王的传奇人生，拨开历史迷雾，走出戏说误区。清史专家用史实评点清十二帝的功过得失。百家讲坛推出大型系列节目《清十二帝一案》，敬请关注。秦可卿，《红楼梦》里的一位神秘女性，却牵引出康雍乾风云突变的实景。她是养生堂里抱来的野莺，却成了堂堂宁国府三代单传的孙儿媳妇。她行为和平，举止优雅，处处显出皇家的典范。秦可卿究竟是谁？她与皇家有着怎样的关系？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做客百家讲坛，为我们揭开秦可卿这个人物的神秘面纱。